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4号，也是觉醒服开服的第58天。每日礼包先给他买一下，因为今天没钻石了。我操，活动限定都得买，活动限定都得买。看到我的粉丝牌了吗？看到了，6级粉丝牌，但是也太低了呀，6级粉丝牌可笑可笑。有种你先操控我再说。来，金币买一下。好，那个128就不买了啊，128也买，没钻石。为了这钻石，为了这钻石，咱们还是得不要了，这个东西不要，那是真的不要。这个得买，好，这个也得买。我看不到我的粉丝牌，那你是隐藏了，你看不到的话，你们看不见的是自己，你们自己隐藏了。来，这个笑柄的都有笑脸的都给他买了，好吧？因为给他笑脸给多了，因为笑脸给他给多了，所以说有笑脸的咱们都得给他买了。好，剩下的不买了，后面买的就是原种了。咱们穷，怎么买不起？来，给他开个预测，今天260抽，能不能出限段？好吧，来先给他买。21够了，这个买一下可以。这个328的可以买两个，一个买两个就行了，多的不买。好，就买两个，当街热卖。这笑脸给多了。咱们不要，咱不要啊！这个东西得买呀，死亡领域啊！我们一天买一个吧，这就是吧，一天就买一个，别买多了。来，你们先，还有这个，我们先把这冤种祭坛先给他抽两个，多抽点这个。我切，有毒吧？有毒吧？一个都不出吧？中间这个不要你啊！出个这个，这个，出个这个奥特曼几点不？一点。呀！啊，保底，操！哎，可以，出了，嘟嘟嘟！哎呀，哎呀，又保底了，我操！能不能别保底？哎哎，出两个！我操，出两个！看到没，黑龙啥的黑了吗？这不出两个吗？你看，这不是出两个吗？来，下出的，我操，33,000的人，32,800的不能，可以，还是有人信小龙的，信小龙。我自己都不信我自己，你们居然敢信我！实话实说，我自己都不信我，你们居然敢信！你们哪来的勇气？耶！我操，又出了！嘿，我操，这个运气！你再出个，再出，再出！呀，我说又出了呢！魂导器，能不能出？就看这魂导器能不能出那个心愿单了，好吧？推演，继续！啊，废了，跳过，来一次，先直接跳过，好东西。这是给啥呀？这现在不要，不要，钻石！哎呀，这啥？高级心愿单抽取额外提升40%，可以。好，他这里都这样来了，那这清单他不得出吗？啊，剩20发，看着，等一下剩23发，我们抽完剩23发。哎呀，来！哎呀，剩23发呀！好，先出一个威尼斯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通通吃掉，右边的兄弟全部吃掉。好，再出一个，吃血就算了。弗兰德，梦神机，杨无敌，兄弟别这样搞啊！兄弟别这样搞啊！左边压兄弟压的多呀，弗兰德别这样了。好，小白，小白的小，小白的白。哎呀，稳了，左边兄弟别急，左边兄弟还有12，还有120发呢。左边兄弟别慌，看到没？左边兄弟压的多，所以说少数服从多数，好吧？少数服从多数，食神，你是食神啊？你不得造福下人类吗？从来如此。食神，你得造福下人类啊！你是食神啊！没有人可以抵挡愚昧者被动。我是一个在失败中成长。谁发？从来如此。没有废物。死亡是生存的。我操！最后40发了，40发。我先救我两年，想先救我两年寿命。给左边兄弟出一个食神，先救我两年，出个食神呐！弹尽人事，死亡是生存的代价。最后一发，哎呀，食神！最重要的是开心。最重要是开心，这太妙了！你出来我会开心吗？我开心得起来吗？
哎呀，水边啊，这位是水边的食神呢。语不准，左边兄弟，对不起啊，小龙错了，错了，你们要怪就怪这食神，这食神他不给力，不，你们要怪就怪这食神，这食神有问题。再来五十发，这食神有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食神的问题，左边兄弟，对不起啊。啊，真的黑，我再也不信小龙了啊！错了，小龙错了，是食神的问题，他是神，他不照顾左边的兄弟。看嘛，那白无常每次就是做人啊，重要的是开心。你看嘛，他都出来了，我们还能开心吗？没有人可以听到他不出食神，我们能开心吗？再赌一手吗？不赌了。哦，等下又碰到左边的兄弟啊！哎，我接错了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廖总去用钻石抽个屁呀！一。二三好，一百抽，最后一百抽不出我们就不出了，以后都不出死神了，我们把死神给他改了，这死神有问题。我操，谦虚老婆，为啥唐山，我操，为啥抽这些好卡呢？我操，这唐山好像从来没抽到过，这是第一次啊。死亡是生存的代价，尽管养愚昧者被盗必杀其身。士兵女神，这啥意思啊？这运气好还是不好啊？你说我运气不好，他抽一些都是稀有卡。你说我运气好，他的死神又出不来。我叫小五，双金吗？没有双金，但是他每次都出的好东西。他出个鲜血，又出个士兵女神，但是他的死神不出啊。刘二龙没用。我的任性。尽管仰望我吧，软弱的人不配与我一战。一，二。三四五，好吧，再来五次。哇，他抽的是好卡，但是死神有问题，这死神就不出。小龙是破解版吗？你用支付宝破解吧，我们都是用支付宝破解的。做人呐、啊，做人呐、啊，就不要太跳。不出了，来翻盘，能否拿第一？本期幸运数是六四九六九三三。八九，咱们来个九九，八九，来个九九，九九，九九，啊九二，我操，这第一怎么来的呀？哎，九还是九二，九二，九八，九八了呀？啊，九九四，九九四在哪里啊？九九四，啊，第三，那先还一个第三。哎呀，已经第四了。我操！我这数字好久没变了呀，九九四还是九九四，还是九九四，九九九，最后两次了，出个屁呀！操！好，今天直播到这了。